带大家转一转哈，现在呢，整个的场地包括大家的所有的演员们，然后介绍一下两位朋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小主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小猪。因为天气特别热，大家都特别辛苦。现在整体它是那种湿热，我们三层吧，二层，三层，来，来，所以全是湿透的，汗都沤。什么？可恶！我们去转一转了。来，三二一，走起来！ 看，不然有人转圈啊！再来一遍啊，非常棒，能不能？这个特别有意思。好看，我们的导演要看回放了。当然，我作为演员，我们都会去看自己的回放，从而提高下一次演的更好。二哥，你怎么转？导演们都在集体的看回放。 在做下一步的调整，所以说，一部片子呢，都是来回磨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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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磨合。